怎么就透视了呀？怎么这么白啊？我看见结石了。先 S 卡，哎呦，太胖了。我这个人是不是疯了？气球刀都不知道吗？哇，你真的卡，我受不了了，转个视角卡死我，要不卡的话能打得更好。垃圾网，修你妈呢！三个技，五招，调了效率之后，这么雪白雪白的，跟冬天一样。先知和谁？小羊吃抓先知，他现在先知用不了了，赶紧过去。
他能用。好了，打不过就吐。看他老久应该儿子吐一下就死了吧，我觉得。你吐着。不行，你要吐两下，把他吐死吧。不能穿板了，这怎么叫？这有个三星，爱死三星，可以放了。做完退也就行了。哇，好白。真的，我眼睛都要瞎了。
不过白也有好处，我看见一个人，先知，进医院了。那结石也行。修你妈的！哎呦哎呦，气球刀拆了！不着急，确实去骚扰。空姐过去了，这边应该是记看见了最后一个，这边有丝。打不过就痛。
不好了。完了完了完了完怎么没蹭到啊？扎心了。还有加速。被他拖了一点时间，小问题。不行啊，我这把带做天赋了，很亏，真的亏。干嘛呢？挺尴尬的，本来可以。
蜘蛛被削，没有用，你就那样。起来干啥呀你？起来。哦，那你很亏哦。不要紧，我狙击狂，看你死得快还是我三级快。完全不虚。及时炸点，先是在教堂中间。看见不就出现加鸟结束死了，还一台完整连机。闪现圈儿，送。这个阵容完全就是针对蜘蛛的，干嘛还用蜘蛛啊？对不对？
来想上约瑟夫的，约瑟夫打太慢了，我不想就是那么拖拖拉拉的。还想跑？杀了！哎，无敌没人，他把你踩了。阵容修机贼慢，那都不好抓。在这边，不知道是谁。这个空姐，这不凉了吗？我呸！居然不能走，走了。换了旧。没救过人，有点伤啊。他现在虽然有丝，我得拦截他，不然他救到了，多打两下。再吐一下。
翻账了，没办法。看见你了，怎么办？马女快捷要超重。小木木是谁？先吃。还没鸟打，鸟刚到。叫鸟，不是 VIP 呀，大爷！过年的出宝贝，年轻人，哎呀，头疼，差一点。还走位呢，我给少放点丝。还有一台完整的，丝太少了。丝真的太少了，如果丝多一点的话就好了。
都这么狠的吗？这个人还狠一点，我的天！打得开吗你？你又打不开。快赶过去，他们两个人都开不动，除非有儿子，快点，打不开，哎，打不开就对了。先至死，挺稳。干死他！